聚会不无聊，开心到冒泡。优酷酷的聚会的网友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芷溪，也是李云林浅月的扮演者。用三个词来形容云浅月，分别会是什么词？三个词，我觉得是活泼可爱、执着不悔、深情专一。要想在古代安稳生活的话，需要必备什么技能呢？就是最起码自己有一门可以养活自己的能力，这个我觉得很重要。觉得自己什么地方最有男生缘？他应该是没心没肺，然后男生会觉得这样的女孩子比较单纯简单。和荣景做过最开心的事是什么事？其实他们俩在一起开心的事情还挺多的，但我觉得最开心的时光应该是他们在小木屋里面，他们两个人没有别人打扰的时候，那段时光应该是最美好的。饰演云浅月有做了哪些准备？我觉得因为以前接的戏大部分就是比较静的，然后我是一直想突破一下，可能演一个比较活泼一点的角色吧，所以这个角色就是对我来说，我是希望能够让大家看到我的不同面，外向然后外放的一种性格的样子。自己跟云浅月有哪些相似的地方？就是对自己认定的人和事会一直坚持下去。比较期待哪一场戏的开播？我比较期待云浅月第一次吻荣景的戏。还记得和同盟时 NG 最多的一场戏是哪一场吗？ NG 很多次的可能是他们俩定情的 那一场戏，拍了8个小时，就是一直在 NG， 因为怎么捋两个人心里都没捋顺，然后后来就是不停的探讨啊，然后又重新去捋这个东西才拍摄完成吧。如果回到古代，你想拥有一个什么身份？我觉得最好是做平凡人吧，因为古代的有权有势的人都是三妻四妾，我就作为一个平凡人，哪怕是去煎个煎饼卖，然后去干什么的，至少我可以跟自己的心爱的人能够一直平平淡淡在一起吧，我觉得就很幸福了。在《皎若云间月》这部剧中，又是制片，又是编剧，又是演员，身兼数职，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我觉得这个事情其实还蛮有意思的，因为最开始我对制片这个事情不太懂嘛，然后整个过程我都一直在跟着学习。大家很多人都知道，其实这个剪辑，包括这个戏的剪辑，然后调色，都是我自己亲手，最后因为跟剪辑老师学应该怎么调，然后最后我调我自己想要那个样子，然后包括这个特效，包括配音，我都是全程一直在的。虽然就是学到了很多很多，我觉得这部戏真的是收获很大的一个事情，然后对我来说，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感恩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经历，然后也可能有很多的不足，但是我希望说第一次嘛，希望能看到自己的不足，然后努力去做得更好。最后呼吁大家关注一下《皎若云间月》吧。我想跟大家说，就是千载轮回，诚心不悔。希望大家能够来看我们云浅月和荣景的故事。我们在天盛皇朝等着你，谢谢。